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好。欢迎你们来到假日科学广场哈。今天虽然天气不好，可是哇，大家非常踊跃。而且我先问一下，刚刚过那个安检门有第一的举手。哇，你们这些人搭飞机不知道不能带违禁品吗？好，情况下。来，我们还是得正式开个场哈。大家参加这个叫做假日科学广场嘛哈。那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从2008年举办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那可以举办了这么久，我们要感谢两个单位，第一个是我们的国科会科教处，第二个就是中央大学。因为有他们经费的补助，才让大家可以在免费的情况下，每个礼拜六都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收获很多。那我是物理系的苏庆琪，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然后在场有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就不一一介绍。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讲师哦，就是隔好多年才可以请到他一次，因为我们毅老师非常忙。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哈，就会来参加假日科学广场，可能都对科学有一点兴趣嘛？比如说你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还要做建筑师。好，周老师在这边提供另外一个可能的这个科系，就是你进到大学你是要选填这个不同的科系嘛。我们林老师念的科系很特别，根本就是梦幻科系，它叫做玩具与游戏设计。你想想看，你念书可以念这个玩具跟游戏的设计，哇，这是所有大学生梦寐以求。所以林老师后来的经历，他真的是非常的辉煌哦，就是从这个宜兰童万杰啊、科教馆啦、然后很多博物馆里头工作，还有电视节目的拍摄，所以这是为什么林老师非常忙。所以我还是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请到林老师。那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么大阵仗，就知道活动非常精彩。所以我们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讲师李毅伟老师？谢谢朱老师。好，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大家午安。午安。好，很高兴我们在这个假日科学广场看到了大家。三年前的时候，2010年大概5月份的时候，我来这边办过另外一场叫做爱丽丝的科学游戏。那时候有来参加过的家长小朋友在不在？有吗？有哦。哎呦，哦，没有啊。哇，我持续追踪3年的话，这个应该蛮有机油的这个好，那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听说也不太容易，因为呢都要经过这个报名啊，然后抽签啊，这样才选到的。那你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动呢特别多的器材，因为我们刚好正在执行一个活动。我们在执行什么呢？你看到台湾368的乡镇市区的一个服务计划，因为我们很希望像这样好玩的假日科学广场，我们也可以在全台湾各地服务到台湾的368个乡镇市区。好，为什么说是368个乡镇市区？跟你印象中好像不太一样。以前你记得的是319吧，319乡镇，对不对？不是那个枪击案哦。好，319的乡镇，那因为当时没有把五都列进来计算，那现在把五都列进来计算之后呢，总共全台湾有368个乡镇市区。我们在这边希望能够把这个教育服务推广到全国各地，不分偏乡，不分都市，不分乡村，都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更好的资源。那我相信我们中央大学的假日科学广场，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视讯，也能够把这样子的科学教育无远佛界的送给全台湾的我们的有兴趣推广科学的人。我们在此，我们再为朱老师给他鼓励鼓励。好，那我们这个活动已经看到了梦想起飞。刚刚朱老师有特别问一下小朋友的梦想，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有梦想，没有梦想你人生就没有意义。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梦想起飞呢？因为在110年前呢，我这个萤幕好像会跳掉，没关系，我试着我来切换一下，我大概知道他的问题了。好，110年前呢，我们常常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很想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可是却没有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呢，110年前的时候，你要到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你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我们没有交通工具过去的。后来呢，在110年前的12月17号，我们这个蓝色兄弟发明了飞机，第一次试飞成功，所以才启开了我们的飞行的世纪，飞行了110年。蓝色兄弟当时有他的飞行梦想，所以他完成了他的梦想，让我们全世界现在各地他可以有非常便利的这个生活。
奇怪，您刚刚说的我们要做这个飞行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课程，飞机我相信大家都做过很多了，那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做的飞机不一样。我们今天的课程最主要目的，我们希望能够从生活中来跟大家来叙述这个科学怎么样在生活中运用。所以我相信各位今天都拿到一张很漂亮的登机证了，对不对？这个登机证我们是精心设计过的，因为呢，我们想让小朋友知道，你要搭飞机的过程中，你必须要有哪些的步骤。所以我们是照着步骤，一步骤一步骤进来的。你要先做报到，报到完了之后呢，然后你要做后续的这个安检啦，好，然后到这个准备登机。好，那我们看一下，好，这是我过去的一些过去一些做的事情。那我在像教育这个教育活动上呢，我曾经做了这个一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次你要搭飞机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也来做这样的事情哈。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影片，你飞机搭飞机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哈。我们现在放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某一个国外的航空公司它的一个播放的影片。Welcome aboard this air middle earth flight. Before we set out on our journey, I would like to impart the story of safety. Even if you fly with the Zoco, be sure to keep a sharp eye on the window. Make sure your belongings are hidden away in the compartments above or under the seat before you. All travelers must keep a watchful eye on the larger signs.In following your instructions, if the seatbelt sign is on, sit yourself down. Yeah, fasten the seatbelt, look smart. Be sure that it's snug across your hips, but not so tight as to lose the feeling in your legs. If you're in a smoke car truck, there are special seatbelt instructions in your seat pocket. We recommend keeping your seatbelt fastened throughout the journey. Should you need to explore, it can always be undone. Oxygen mask you've got before you. Simply put down on the mask, place over your nose and mouth, and tighten by pulling the elastic on both sides. Oxygen will flow through the mask automatically. If there are young ones around you, be sure to put your mask on before helping them. Keep a sharp eye, as there may be others who need your help. If an emergency occurred during takeoff or landing, place your hands on your head with your elbows on the outside of your thighs, whilst keeping your feet flat on the floor. You can also brace yourself in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Sit upright, put your hands on your knees with your knees together against the wall and your feet on the edge of the ottoman. If you're seated in economy and premium economy, you'll find your life jacket under your seat. The sky couch has it in the top of the legrest. And if you're seated in business premier, you'll find your life jacket here beside you. Life jackets are simple to master. Take a firm hold and rip it from the back. Then place it over your head like so. Clip the straps together and tighten. This red tab inflates the life jacket, so only pull it once you leave the aircraft.Sorry. If you need a little more inflation, simply blow into the mouthpiece. We shall provide life jackets for the very young, should the need arise. There's no smoking allowed anywhere of any kind on this aircraft, as it's a fire hazard. Should you need a light in darkness to help you find your way, the escape pad lighting will lead you to an exit.If ever there were a need to evacuate, support fellow passengers who'd like to require help. Your noble crew are now pointing out the exits. It would be wise to note your nearest exit could be behind you. So cast your eyes about and count the number of rows to your nearest exit. You'll fin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afety card in your seat pocket. Please power off all electronic devices during takeoff and landing. Electronic devices such as mobile phones can interfere with aircraft systems.And must not be used in flight unless you switch them to flight mode. And ensure that all cellular, Wi-Fi, and Bluetooth capability is turned off. Once switched to flight mode, all electronic devices must be turned off for takeoff and landing. And finally, for takeoff, we ask that you place your tray table back, your leg rest down, and ensure your seat back is upright, unless you're in business premier, where you choose your own seat back position. Check to see that your window shades are open and your armrests are lowered, and be sure to fasten your seatbelt. Once the story has concluded, your entertainment screen and remote control need to be put away for takeoff.Now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your journey. May the road rise up to meet you and your bed grow ever longer. May the sun shine warm upon your life force.
好，各位看到的就是纽西兰航空呢，它因为要促销纽西兰哈比人那个拍摄的这个地点，所以它做了这个这个影片。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介绍到一半哈。好，那我就过去做过很多的活动，曾经呢在上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正在执行一个案子。好，那我也曾经也写过了一些的不同的著作。好，那之前做过的一些案子呢，像是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我办过这个童万节，宜兰的童万节。童万节有没有去过？有，对不对？大家同学们都玩水，但是除了童万节玩水之外呢，它有很多的展览是可以看的。比如说我在里面，我就设计一个展览，让我们的游客到里面以后呢，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游乐的过程中，他可以体验到科学的知识。好像当时我做的这个东西，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曾经示范过，而且常常会有人来示范，这个叫做空气炮。哎，你可以看到了一个桶子，然后我们的游客呢，只要把这个桶子拉开，然后呢放开，好，放开了以后你看到什么东西？空气被压缩了，好，压缩了以后呢，前面的这个扑克牌大兵呢，哎，就这样逐渐倒掉了。好，所以这个就是透过游戏中来学习这个科学的。那我也曾经做过一些电视节目，最近的一个电视节目呢，就是《快乐孩子王》，这也是国科会的一个计划。然后呢，我在里面用科学跟魔术的一个结合，让这个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跟观众呢，可以了解这个科学的一个道理。然后我最近呢，常常也在做一些演讲，我曾经到全世界各地去做演讲。去年呢，我破了一个人生的一个记录。好，这不是我的梦想，但是曾经也是一个记录，因为我在过去的2个半月的时间，大概是75天的时间，跑了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42个城市，平均1天半就要移动一个城市去做演讲。好，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把这个好玩的科学教育在全世界能够把它分享出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老师，好，这群都是老师，他们在听这个演讲的时候也都是非常非常的聚精会神，因为科学它是不分国界，好，不分族群的。好，那我们今天刚刚看到了这些的介绍，看到的影片，我们来再说明一下。大家进来的时候，这个安检员的哔哔叫。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飞行的时候你不能带一些违禁品，比如说可不可以带炸弹？我曾经在办活动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来，你有带违禁品？有，我带炸弹。结果他就被我滞留下来了。好，刚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为什么呢？在教室你讲说我带炸弹可能不会怎样，可是你在机场，你只要讲了这两个字，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就被抓去关了。好，这很严重的哦。所以这个有时候玩笑是不能随便乱开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登机证，你可以看到它是从报到柜台，然后如果你有行李要托运的时候，要注意你的托运地点，然后过安检，然后看你坐哪个舱的，然后最重要注意登机时间大家赶快登机。好，那真实的登机证是这样子的，我相信各位都有看过。那我们今天刻意把这登机证重新设计一下，就是要告诉小朋友，你在搭机的时候呢，你登机要经过这些步骤。我们也希望小朋友会来，如果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带你，告诉你说我们在生活中到底有哪些步骤是要去，好，哪些这个步骤是要去执行的。好，那我刚刚讲到这个安全啦，有些东西不能带的。好，你看到这个像什么手机啦、电子用品，手机带上去是没关系，但是呢，飞行过程中是不能开机的，好，尤其是在起飞跟降落的。好，大家如果不相信，我试给你看，为什么起飞降落的时候不能用这个手机？好，我们来看一下。起飞降落用手机的时候呢，常常会有干扰。我们试一下，如果像把手机打开，然后拨号，你听听看。有时候你在活动现场常常会听到说有那种咚咚咚咚咚那种声音，是什么？就是手机的电磁波在做这个干扰。好，我们来试一下。有没有？会干扰是蛮大的，对不对？好，所以呢，你看这一点点手机的这个干扰呢，都会影响到飞行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是不能做这个开这个手机的哦。它声音好像蛮好听的，再听一次。好，打开手机，拨号，好看这个是哪一家的音乐，有没有？没有拨号。好，好像没拨号的哦，这次有没有？好。没有，这次就没有干扰到，我没有播啊，好，没有问题。哎呦，怎么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好，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先制作一台飞机，因为讲了这么多，你们如果说没有坐了一台飞机，亲自来实验一下，你们不知道飞行的这个过程。小朋友有没有坐过飞机？有。每个人都几乎有坐过飞机。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大概做出来一个，比如说我先给你一张纸。
你要坐飞机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哎，你可能会用这个把它对着对角线对折，然后呢再把两边的纸片往中间折下来，折下以后折成大概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飞机，然后往上面丢，你会看到什么画面？大概我们坐出来的飞机都是这样飞的。那今天呢，我要做一台非常非常厉害的飞机，只用一些简单的材料就可以做出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飞行的飞机。好，怎么做呢？我们先看一下。首先我需要准备的，那我们里面要用到哪些材料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现在一份的材料里面我必须要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可以看到我们那边有这个材料有两个纸片，好，一份是两个纸片，然后一个咖啡的搅拌棒，然后呢三支，好，二到三支的回纹针，好，这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到的材料。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共用的器材，包括什么呢？包括像这个双面胶或者是胶带，好，这是我们的共用器材。好，那现在请大家放下你手上的东西，好，先不要做，你先看我做一次，等一下呢你才会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这台飞机。好，好，先不要做哦，先不要做哦。好，你现在看到了我这边手上的这个两个纸片，其中我们一个纸片我们要来做飞机的翅膀，另外一个纸片我要做什么呢？要做飞机的尾翼，包括垂直还有水平的尾翼。好，所以呢我现在把这个飞机的翅膀还有尾翼准备好。那首先我做尾翼，第一个尾翼要怎么做呢？你先折一个英文字母的 W 的形状 W， 所以先把它对折，然后再往两边把它折上去。好，这个纸片的飞机呢非常的简单，而且会很平衡，非常的平衡，飞得非常的漂亮。好，你可以看到我折成一个英文字母的 W， 那折好以后你把这个 W 的两边折下来，这样子的话就看到我们的垂直还有水平尾翼。好，这就是我们垂直水平尾翼完成了。好，那再来呢我要做这个翅膀。首先呢我要在这个翅膀，好，翅膀要记得尽量不要去弯它，因为如果你翅膀折弯了以后呢，你的飞行效果就会变得比较不好。那我们要请问各位，我现在我要在翅膀的正中间我要画一条中心线，请问你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画出一条中心线？对折可不可以？不行，我刚刚说翅膀不能折，折的话很容易就会让这飞机飞得不好。那我要怎么样画中心线？哎，我听到这个答案了，用什么？用尺量，对不对？对，标准答案。好，非常标准。比如说这个纸片20公分，然后你用尺量，哎，除以20公分的地方做个记号，就可以画出中心线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用尺量是我们教育下的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大家有一点创意，用一些创意，用一些你的科学理解力，我们来做出不一样的思考的。还可以什么办法？对角线。对角线，哦，好厉害，对角线。可是对角线是找到中心点哎，不是中心线哦。好，怎么做？哦，啊，刚刚这个我们是不是已经对折过了？对，我们用几何的概念，你看到了，我把刚刚对折过的以后拿出来，我是不是刚好两个是一样大的？所以呢，我只要把它靠在中间，接下来我只要用这个靠着它旁边这样画下来，我就可以画掉一条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心线。所以你善用身边的材料，你其实也可以做好科学的这个原理。好，那再来，我要再问各位了。我有了中心线之后，我要在这条线的中间，大约中间的地方画一个中心点。请问你，我应该要怎么画才能画出中心点？用尺量，对不对？标准答案。但是这个还是学校的答案。对角线。对角线，刚刚讲过了，我利用对角线，好，对角线这样子画过来，两个对角线的交叉点是不是就是中心点呢？非常好。还有没有答案？还有没有答案？我都觉得大家太拘泥在这个思考行为上面了，真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大约中间的地方画一个点，怎么画？直接拿笔给它点下去就对了。我说大约啊，这么短的距离，大约你可以目测吧？啊，前一阵子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老师在教什么概算，结果被家长这边提出了批评。有时候概算也是一种很好的概念，我们不用太精准啊，大概中间的地方啊，这么短的距离很容易概算出来的。
好，那我们中心线中心点都画好了，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诡异贴上去了。怎么贴？你就利用这个桌面，然后呢，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这里要贴诡异，所以你可以这边先把它做个记号，做好这个记号，告诉人家说，我等一下这个地方我要来贴上这个双面胶带。好，那每一个桌待会都有双面胶带，不管是粗的细的都可以，好，把它贴上去。等一下再做哦。好，我先把它完成。好，把它贴上去，倒过来贴上去。好，贴好以后，把双面胶带撕下来。好，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把刚刚这个尾翼把它夹上去。好，垂直水平尾翼做好了，你可以从后面看一下，它是不是非常的垂直跟水平？接下来，我要在这个胶带的在这个棒子的前端，然后贴两个回纹针。回纹针做什么呢？让它来做这个好重量啊，让它头稍微有一点点重量，才不会后面啊把重量集中到后面去了。所以呢，我们就准备这个胶带，然后呢把回纹针就直接把它粘上去。那这个地方很多人做错，哪里做错了？就是你在贴的时候，你只顾着贴胶带，结果没有贴到木棒。啊，只顾着贴这个回纹针，没有贴到木棒，所以这个飞机在飞的时候呢，其实回纹针会前前后后的滑动，所以请你在贴的时候，请你记得把胶带跟木棒跟回纹针都要紧紧的把它粘贴在一起。好，这样完成了。好，完成了以后，再来最后一个部分，请问你，我这个翅膀应该放在什么地方？飞机的最中间，对不对？中间前面一点，对不对？中间后面一点，还是头的上面，还是尾翼上面？到底哪一个答案？好，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做出来的飞机会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找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重心。有没有玩过跷跷板？有。跷跷板，如果你拿那个平衡状态下的话，它可能是刚好就是重心的地方啊，然后左右的可以平衡。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跷跷板的这种现象，我们来试一下。你把一只手指头放着，然后呢，这样子让它左右平衡，好，跟地面成这个水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重心。好，我现在找到这个重心了。但是这个找法是幼稚园小朋友的找法，你现在小学了，你要用一个更高级的找法。好，我教你用更高级的，怎么找呢？用拍手的找法。你只要会拍手，你就可以找重心。好，怎么做呢？你看好，我把这个长条形的物体架在你的手上，然后呢，我就两只手往中间移动，往中间移动。你手不用去刻意去调整它，最后你两个手指头靠在一起的地方，就会是停在这个重心的地方。好，来，我这个角度控制啊，好，再一次。好，慢慢的往中间移动，往中间移动，往中间移动。哎，最后呢，有没有看到利用摩擦力跟力矩，它就会达到了重心的位置。我相信你们可以抱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一定我在动手脚。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这样想。所以呢，我们要让小朋友来做实验。我们可以借一支扫把吗？这边有没有扫把？借一支球棒好吗？球棒啊，也可以。哦，球棒也很好。好，这个朱老师这边什么东西都有啊。哎呀。这个不禁要让我问一下这个朱老师了。对对对，这是是这个是违禁品，怎么可以带上飞机呢？下飞机拿的。啊，下飞机拿的。好，这边刚好有切开的，好，有切开的位置，这里是重心点，所以呢，用刚刚这样方法，哎，过来就会停到这里。当然，我来做你们一定不相信，所以我请小朋友来做。好，那就请你帮忙，来，好，请你在这边。然后两只手这样子过来，两只手架着，好，然后呢，往中间移动，往中间移动，好，慢慢往中间移动，呜，有点不平衡了，哎，好，哎哎哎，好，有没有看到最后停下来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切开的地方。回到家你也可以自己用扫把试试看，扫把，比如说扫地的头在这个地方，好，谢谢哈，扫地的头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重心会比较偏向哪边？偏向有扫地的这个扫把这个地方，所以你回去你可以用扫把，然后你贴一个胶带，你就可以发现，哎，这个现象绝对不是我动手脚的哦。好，谢谢。下飞机。好，是。那我们看到刚刚的飞机重心找到了以后，我要把它粘贴上去了。好，那粘贴比较好的飞机制作方式是，你先在这个上面先贴一个双面胶，
为什么呢？因为万一你贴错了，才不会说啊，把它撕下来破坏了这个纸片啊，这个飞机就飞得不漂亮了。所以你先用一小段的双面胶贴在这个中心线上面，好，然后把它撕下来。撕下来以后呢，你看好了，我们现在中心线要跟刚刚的飞机的棒子要重叠，然后中心点呢要刚跟这个重心重叠在一起。好，那哪一侧呢？这个是飞机的垂直尾翼，我们的翅膀是跟垂直尾翼是同一侧的，好，这个大家常常会弄错，好，这样没有问题吧？好，那我现在开始贴喽，我要把它重叠，中心线跟这个重叠，啊，中心点，好，跟它也重叠，贴好。好，贴好以后呢，你不要马上飞，因为我现在只是先试试看重心对不对。如果你重心找得好，你飞机做得好的话，重心的位置应该在飞机翅膀的下方，所以你可以用两只手指头。两只手指头架着飞机的翅膀，好，因为我们现在双面胶是暂时的固定而已哦，所以你架着飞机的翅膀来看一下，如果你架着翅膀它可以平衡的话，代表飞机会飞得很好。好，那因为摄影机那角度的关系，所以我就拿起来，让大家看，你手架着飞机的翅膀。好，如果架着飞机翅膀，你可以看到你的飞机的棒子跟地面是成水平的，代表你飞机会飞得不错。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你加上去以后，你看到是这样子的情况下的话，请问你这样子的时候呢，飞机你射出去会怎么飞？那就往下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它往下到没有浮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掉下来。好，所以代表我们现在这个飞机刚刚你看到是一个平衡咯，平衡以后呢，代表这飞机应该会飞得不错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把最后的胶带贴上去了。那胶带在贴的时候，你可以再多利用一个回纹针来协助一下。怎么做？因为我们的手好，可能没有像这个回纹针啊这么的这个细，所以呢，你撕一段胶带在贴的时候，这支胶带你不用撕太多，短短的一点就可以了。好，短短一点胶带，然后呢，左右尽量一样平均，好，左右要平均，然后把它放下去。然后呢，不要用你的手指哈，用这个回纹针，多拿一支回纹针来协助一下。利用这个回纹针，多一支的回纹针把它这样子粘上去。这样的话，你可以确定的，我们的胶带跟这个飞机的翅膀、纸片哈，都可以完完整整的密合起来。好，最后再检查一下，看看垂直的是不是非常的垂直，水平的是不是非常的水平。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试飞了。然后试飞的时候怎么拿呢？试飞的时候呢，你就是拿着飞机的重心的位置，就是翅膀的正下方，然后平平的往前丢出去就好，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比如说什么，哎，为什么你们射飞机要哈气啊？我真的一直搞不懂哎。我曾经问过小朋友说，哎，为什么你射飞机要哈气？他说，哦，哈气啊，因为哈气有水蒸气啊。哦，那我就问他了，那有水蒸气有什么好处？不，有水蒸气它比较重啊，重不就这样子吗？不就摘下来了吗？好，所以这个飞机哈气是没有意义的哈，除非只有一种理由我接受，什么理由？你要帮这个飞机加持，啊，这个我接受，好，把它加持一下，好，然后呢，平平的就丢出去就好了。那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小，待会呢我们做好，我们可以到外面的广场稍微试一下。好，然后呢抓着这个地方平平的丢出去。好，以前你看到飞机都这样，啊，那现在看一下我们这台飞机有什么不一样。哇！看到什么画面？有没有发现这么简单一台飞机，居然是你这辈子坐起来飞得最漂亮的一台飞机？好，只要你掌握了科学原理，其实你就可以做到这样子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让大家来动手来试试看。好，我们一包的材料里面是两人份哈，一包的材料是两人份。那很多在飞行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好，首先我先告诉大家一下，如果你今天飞机你明明做得很好，你的重心都找对了，可是你会发现，哎呦，为什么我在飞的时候就飞得不好？那我要偷偷告诉你几个小诀窍。当然可能是跟你设的有问题，好，或者是你的重心没有找对有问题，基本上你要重心找得对，大部分都应该飞得很好，像我刚刚这样很平稳才对。刚刚你去外面试飞，你觉得自己飞得很平稳的举手，
哦，你看不错，应该很多人啊。好，手放下。可是有一些人说奇怪，我坐得很平稳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坐得很好呢？来，我告诉你哦，两个小小的诀窍。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翅膀稍微的一点点、一点点的上扬一点点，不要多，角度不要太大。第二个呢，你可以把你的翅膀这边稍微这样子弯一点点，这样子弯一点点。好，两边稍微这样弯，往上拱一点点。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影响飞机起降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水平尾翼。它的水平尾翼可以做什么呢？好，它的水平尾翼在这个地方，我用笔来画个记号。它的水平尾翼大概就是你那个小指头的地方。好，我们通过摄影机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画个记号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呢，你就像书本不小心放到书包被折到的一样，折一个小角。然后呢，不要折太多。现在我折给你看。大概就折一个三十几度的那个角度，15到30度就好了。你们看到有个折角出现了，好，就像这样一个折角，这个折角就会影响到飞机的飞行。怎么说呢？你看到我这个折角折上去以后，当我的飞机在飞的时候，我的空气撞到这个折角的时候，会让后面怎么样？后面让它因为重心在中间，像跷跷板一样，空气撞到这两个折角会让它下去。那后面下去的时候，机头就抬高起来了。其实这时候它就会往上扬。好，但是这样子已经破坏掉飞机的平衡喽。所以你这样在飞的时候，飞机其实会有点这样子一个波浪的现象。但是至少它可以帮你协助让飞机往上推。好，我们飞飞看。好，你丢好，这边帮我接一下哦。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它有点往上的那种感觉？好，那现在呢？我如果再折的角度再折得更大一点。如果我今天折到45度，甚至折到60度，你已经破坏掉它的这个力量了。所以呢，如果即使像折到这样45度角以上的时候啊，我即使是用力的往下面射，它还是应该会起来。如果你在这个礼堂里面没有风的环境下，你这样子丢出去，如果正常情况下它应该会回旋一圈回来。如果你力量够的话，好，那我来试一下。好，我现在刻意的。往低一点的丢，好，大家看看它那个起来的力量，好，小心哦，如果打到人的话就不好意思了哈。有没有看到？我明明是往下丢，可是它就赶快上去了，因为它已经破坏掉了。哦，谢谢。好，它已经完全破坏掉它这个它应有的平衡了。所以这个两个角度就是提供给你来做这个调整的。好，这是我们第一项，我们的平衡飞机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我们赶快接下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屏幕我们切回到我们的电脑设备。好，那我们刚刚在做到这个平衡飞机的时候，我们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定律。刚刚其实只用到重心，可是飞机为什么可以飞上去？飞机靠的是什么定律可以飞上去呢？其实我们先说飞机有四个力量在影响它。好，哪四个？我们先看这台飞机，它四个力量呢？第一个，有没有人知道飞机有四个力？哪四个力？好，来，你说。推力，然后的升力，然后重力，还有。好，它背得很好，对不对？来，给它鼓励鼓励。可是你会觉得好难背啊？不会，你会觉得好难背。其实我们在学习科学是有一个方法的，怎么做呢？好，你看好了，飞机的四个力就是这样子：一、二、三、四。好了。就这么简单啊。好，什么呢？第一个，飞机上去是什么？浮力。然后下来是什么？重力，地心引力。往前是靠我们的发动机，我们的引擎的推力。往后是什么东西？给它的空气，给它的阻力。所以这样四个力你就很快的记得。好，升力，好，浮力，升力，重力，地心引力，往前的推力，往后的阻力。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有知道这个四个力以后，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力量哈。那我要拿一个东西，我要解释这个力的时候呢，我要拿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东西。小朋友最喜欢什么？玩具。玩具应该不是吧？应该是钱吧。好，我利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来解释这个科学原理哈。什么力呢？叫做伯努利定律。伯努利定律一般来说现在好像在高中才要学，可是呢，我们这边也很快的跟大家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伯努利定律。因为你要讲伯努利定律，其实就有六个字就可以解释它。哪六个字哈？来，我来说明一下，六个字叫做流速快，压力小。流动的速度变快的时候呢，它的压力会变小。好，那怎么解释？好，我来看一下。
首先，我把这个钞票放在我的鼻子的地方。请问你，当我把这个钞票，我嘴巴用力吹气的时候，请问你，这个钞票会一往上，二不动，三掉下去？往上不动。好，认为一的举手，认为二不动的举手，认为三掉下去的举手。好，三个答案都有人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来，张钞票当然要让它自然的平顺的哈。好，吹气哦。当然是往上，为什么呢？你看到我这样吹气的时候，空气打到它，它当然要上去啦。好，那我改变一下，如果今天我把这个钞票移动位置，移动到我的嘴巴的下面，我再吹气，请问我往正前方吹，我现在应该吹不到钞票啦。那这个钞票会一往上，二不动，三掉下去，认为一的请举手，往上。哦，两三个，三四个而已哈、哦。好，认为二不会动的请举手，因为我没有吹到它。认为二的，认为三掉下去的请举手。好，三个答案都有人选，没有关系，我们也来证明一下。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它，所以我们就一样吹气。来，现在呢，我往正前方吹。哎，发现了什么？往上哎，为什么会往上？好，这就是讲到刚刚的伯努利定律。伯努利定律讲到的是什么六个字呢？叫做流速快，压力小。好，请问你，流速快，压力小。当我在吹动这个钞票的时候，它的流动速度是快还是慢？快。哎，流动的速度是快，那它相对的压力就变小。可是压力是在四面八方的，上面压力变小了，可是底下的压力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啊，好，底下压力没有改变，所以呢，它就被底下的大气压力，哎，这样有个压力差，就把这个钞票给举上来了。好，这就叫做伯努利定律，非常简单，只要六个字就可以解释它了。好，那伯努利定律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游戏哈。好，那现在刚好电脑有了，我们回来看一下。好，当时啊，莱特兄弟在发明这个飞机的时候，他研究很多的方法，他看了小鸟。哎，他知道说小鸟，观察小鸟为什么会飞，所以他就开始设计出他的不同的飞机啊。好，这就是莱特兄弟当时在设计的时候的一些过程。他第一台飞机，他设计了这两个翅膀的飞机，为什么要他设计两个翅膀？大家想想看，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看到那时候战斗机都是两个翅膀，可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乎很少看到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飞机它能够飞上去，靠的并不是我们引擎，而是靠浮力让它上去的。所以浮力是靠我们的翅膀而来的。好，待会我们下一张图片会让你看得到。好，这就是当时他们做的第一台，哎，两个翅膀的这样一个飞机，试飞成功的飞机。好，刚好有一个问题来问大家，莱特兄弟他原来开什么店？先不要讲哦。好，哎，咖啡店，因为莱特兄弟他在咖啡店里面听到人家闲言闲语。有人想要飞上天空，别人的梦想想飞上天空，他学到了，他偷偷的把它学下来，就赶快去。B， 他开汽车店，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觉得汽车的动力很不错，所以呢，他想要研究更多的动力来源，然后让汽车飞得更开得更快，以后飞上天，所以他开汽车店。C， 莱特兄弟开脚踏车店，因为他本来是开骑脚踏车的，他想要脚踏车有没有办法跟这个飞行器来结合，然后呢，做出飞机。好，这是 C 的选项。D。热气球店，为什么热气球店呢？因为在发明飞机之前，人类能够飞上天空，只有靠热气球，里面灌热空气，或者是氦气，或者是氢气，能够飞到天空去。只是氢气比较危险哈、哦。那当时就因为他用热气球，刚好有发生那个什么啊热气球爆炸的事件，所以他就决定说，好，那用机械的原理来做一台飞机。所以莱特兄弟开的是气球店。一灯具店，为什么开灯具店？因为他叫 Light Brothers。 好，所以呢，来，认为 A 的请举手，没有，认为 B 的汽车店的请举手，好，认为 C 脚踏车店的请举手，认为 B 灯具这个热气球店的请举手，认为 E 灯具店的请举手，有人啊，好，这个莱特兄弟嘛，莱特嘛，好，好，答案是多少呢？答案原来他是开脚踏车店的。哎呀，你看，原来只是一个骑脚踏车、开脚踏车店的人，他的梦想这么大，他梦想起飞，
他只是用脚踏车去改装，可是却让他达到了一个不同的目标。所以我们目标可以定得很具体，然后呢也可以定得很远大，可是你要有具体的步骤把它实现，这才是我们这次课程的一个精神。好，那刚刚我们看到了波努力定律没有问题了，流速快压力小，所以看到波努力就是我们飞机翅膀它的同切面就是像这样子，当我们的空气流过去以后呢，让飞机翅膀的上下压力差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把飞机就举起来了。好，那刚刚讲飞机的四个力分别就在这里了，空气的升力、飞机的重力，还有前面空气的阻力跟引擎的推力，飞机的四个力。好，那飞机，请问你飞机在飞的时候要顺风还逆风？逆风。好，我们分几个答案来说，飞机起飞的时候要顺风逆风？顺风。降落的时候？逆风。平飞的时候？没有风。没有风。好，我记得我们去跟人家送行的时候啊，祝你一路顺风，那到底顺风还逆风？好，飞机起飞的时候应该要逆风，为什么呢？因为飞机在逆风的时候呢，它流速会比较快，因为风这样吹过来流速比较快，它比较有机会这样升上去。好，那如果说顺风的时候呢，它风从后面过来反而会推飞机一把，其实这样子的话它的对翅膀的这个压力差反而会比较小，所以飞机起飞的时候要顺风。那降落的时候呢？逆风。好，一样要逆风。为什么呢？也要有足够的浮力，而且呢，当我们飞机降落的时候，如果有前面的阻力的话，还可以协助飞机减速。好，这是飞机降落跟起飞都要逆风。好，那还有，那在天空中飞的时候要顺风还逆风？顺风。好，这个答案就很妙了，这个答案叫做由不得你。因为目的地在哪里，就是要飞过去，管它顺风逆风。好，但是以驾驶员来说，他会比较希望是顺风，因为顺风的话，刚好可以推飞机一把，因为他已经没有浮力的问题了，他在高空中就可以很快很快的，希望能够最快的达到目的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飞机，这个是桃园机场。桃园的机场呢，好，桃园机场，你看到这个跑道上面呢，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黑黑的这个痕迹，请问这是什么？飞机那个。为什么有这个痕迹出现？对，因为他在着陆的时候呢，他碰到这个地面，然后呢轮胎抓地，它产生那个刹车的痕迹，所以会摩擦出这个一条一条黑黑的痕迹。然后飞机跑道还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哦，你看跑道又宽又平又直，请问跑道是粗糙还是光滑的？为什么是粗糙？对，要什么？要摩擦力，要能够让飞机能够有强大的抓地力，而且它的粗糙的表面上，它还有一条一条细小的沟痕。这个沟痕是什么啊？这个沟痕可以让我们下雨天的时候，可以让雨水很快的往飞机的跑道两边排出去。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因为雨水让我们的飞机打滑。好，这也是安全的一个重要安全的一个做法哈。那我们的跑道在旁边有个沟痕，不晓得大家在这个照片上面有没有看到那个细小的沟痕？没有，没有，可能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哦，没关系，我还有一张照片，它非常清楚，它拍到细小的沟痕，可以看到它跟跑道刚好成垂直的。因为垂直它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摩擦力。不过那张照片我在拍的时候要跟大家说个抱歉哈，那个有一个路人哈，他很碍眼挡在那个画面的正中间，所以不小心拍到路人也拍到那个地面，所以等一下请你省略掉那个路人，不要看他，害我没有照片可以用哈，这个不要看他，好讨厌。好，所以看到了这个一横一横一横，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飞机跑道上面的沟痕。一旦有下雨的时候，雨水很快就把两边啊流出去。好，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请问你，这个是台北的松山机场，这个机场通常吹什么风？吹什么风？好，来，我们先看一下，到底怎么看？老师告诉你，学校老师告诉你，看风向要看什么？看树叶怎么往哪里飘。啊，请问这哪里看树叶？看不到。好，那看那个烟往哪里飘？这里看得到烟吗？哎，也看不到。那怎么办？看跑道。哦，看跑道怎么看？看它往哪边飞。看它往哪边飞？对啊，两边都可以飞，可以往这边飞过来，也可以往这边飞过去，两边都可以啊。对，所以呢，不是东风就是西风，到底东风还是西风？好，要看哪里？要看哪里？看这里。看这里。这个地方，尤其是这边左边的地方，好，来，这边左边的地方，左边的地方，你看到了什么？
你们看到很多的沙滩痕迹，沙滩痕迹代表什么？大部分的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请问你降落的时候要顺风还逆风？逆风。所以风从哪边过来？从东边吹，好吗？从东边往西边吹，好，风向就是风过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地方常常吹的是东风。所以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呢，千万记得它不是死记的，它是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好，那飞机在天空中飞有其实有蛮多的危险，我们今天讲到了飞行安全的问题。飞机在天空中飞最怕什么？鸟击事件。鸟击很可怕，一只鸟就可以破坏一个飞机。那怎么样可以避免鸟击事件呢？人类很聪明，它有一个很省钱的发明，只要几块钱美金，它就大概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我只能说大部分，不能百分之百。哪个地方呢？发动机这个地方，发动机这个地方，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涂这个白白的？像眼睛。很好，像什么？老鹰的眼睛。因为远远看的飞机，距离很远啊，可是呢鸟看到的时候远远看是以为一只老鹰过来，他以为是老鹰，所以呢因为大鸟好像会把小鸟吃掉，所以只是这样子几块钱美金涂上去，可以吓走一部分的鸟哦。可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有效，我们人类还是在一直，因为我们人类一直跟大自然在竞争，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还是敌不过大自然的力量，所以鸟击事件还是常常发生。比如说一个鸟，一只小鸟，你看因为高速的情况下它撞过来，几乎就可以把这飞机翅膀给它撞毁掉，非常可怕。这是小飞机，那如果大一点的飞机呢？如果像大一点的飞机呢？好，来，像这个就是被撞击的，像这个大一点的飞机，对，这个还好啊，这个在后面，在后面都以为是他妈妈，对不对？跟着他飞，所以这个还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是在他的四周飞，就很危险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一台全世界最厉害、最先进、最豪华的飞机，可是啊，他一天到晚都还是被鸟来攻击。你一定想说我朋友是谁，是不是这么敢夸下海口这个人啊？那是他吗？嘿，这个飞机啊，够豪华对不对？够先进啊，可是呢一样鸟还是一天到晚找他麻烦啊。为什么呢？你看到管他是谁，一样鸟还是要找他麻烦的。所以呢人类还是敌不过大自然，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鸟击事件。像这个在地面上刚要起飞，鸟在后面都还好，可是我碰到这种情况，你要飞还不飞？哦，很可怕，对不对？那如果在天空中呢？哎呀，更可怕。所以像这种情况，万一两个引擎都被鸟击中了，两个引擎都失效了，飞机会怎样？嘣，是这样子吗？不是，不要紧张。即使两个引擎都被飞机击中，被鸟击中了，它还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滑翔机，它赶快找到一个安全地方赶快降落就好了。它有没有危险性？有，因为它只有一次的机会来降落，因为它没有动力来源，所以它只好找个比较平稳的地方可以赶快降落下来，好，还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在求进步，但是呢也不断的在跟大自然在搏斗，好，这是我们要做一个省思的部分。好，上次都是很可怕的一个画面。好，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刚刚讲到这个伯努利定律，那我们来看一下伯努利定律，流速快，压力小。我们利用这个伯努利定律来看一下几个空气的相关的一个游戏。我这边准备一个塑料袋，好，对，这个塑料袋，然后我来征求一个小朋友。好，刚刚已经准备很久了，我知道。好，几年级？三年级。哪一个学校？龙安国小。龙安国小，台北的吗？对，哦，台北龙安国小。好，那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做什么事情？帮我把它吹起来。来，这塑料袋没有很大，真的没有很大，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啊。好，来这边来，帮我把它吹起来。但是呢，我告诉你，只能吹一口气。好，拉屎，好，帮你拉屎。来，等一下，我先把气挤掉。我先把这个气挤掉哦。好，拿着两边，等一下哦，我帮你拉直。好，预备一口气哦，来，开始。你吹几口气？三口。哎呀，赖皮啊，吹那么多口气。好了，我看你三口气吹多少。
三口气，这样子。好，好，那还有没有人要来挑战一下？好，来，你来挑战一次。好，来，小心，从这边走，从这边走。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好，我会等我一下。来，换你。来，拿着塑料袋。好，来，等一下，转过来让大家看得见哈。来，我会站在后面哈。来，预备，一口气哦，预备，开始。一口一口一口，不要偷吹哦。好，停。好，你看到了，刚刚他吹，你看他吹了多少？哦，哎，还有这样的力，还有这样的空气的量啊。好，可是刚刚你们发现，他们不管再怎么吹，甚至于一口两口都只能吹到这样子。现在换我，还是这样的好了。等一下，我觉得我跟小朋友竞争这样不太公平。有没有爸爸妈妈要来挑战的？来，请你小朋友把爸爸妈妈吹出来。来，好了，这个小朋友来，把你爸爸吹出来。哎呀，这个小朋友，对了，看我爸爸妈妈最厉害了哈。好，来，吹出来。好，来，我们两位小朋友先站在底下哈。好，来，爸爸，麻烦你。来，一口气哦，来，深呼吸哈，我们试试看。预备，开始。好，好，吹好了以后，来，我们看看。来，这个爸爸吹的气大概有多少呢？啊！爸爸，你有做运动吗？哎呀，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说，我们的肺活量如果有运动的话，哈，正常情况下应该4公升。这个袋子大概是多少？这个袋子大概是10公升的量。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好，大概是10公升的量。那一般正常人如果在吹，他这样吹出去，再怎么样一口气也只能吹到。差不多一半不到，现在换我。如果是一个运动员，他的肺活量大的时候呢，他大概一口气可以多少？大概可以到8公升。好，但是很不容易。好，现在换我的一口气，一口气我要把它吹起来。好，来帮我拿着袋子啊，很好。相不相信我一口气可以把它吹到8分满？不相信？相信对不对？啊，相信我就不用做了嘛，对不对？好好好，来，不管相不相信，一定要做实验给你看的。好，那现在呢，来，预备，注意看哦。好，拿刀，拿刀。好，预备，一口气哦。有没有？8分满啊！好，为什么会这样子？来，我来说明一下。刚刚你看到了。刚刚不管是小朋友，不管是爸爸妈妈在吹的时候，来等一下哦，哈，不管爸爸妈妈在吹的时候，他们都做了一个动作，因为我们人常常会被制约，拿一个东西让你吹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吹过气球，所以你会想要怎么样？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吹？为什么？哎，因为对，你不想让气跑掉，你想把让这个气全部都吹到里面去。可是刚刚你们发现我在吹跟他们吹是不一样的，我刚刚拿得比较远，为什么呢？哎，我也利用了流速快，压力小。当我这样在吹的时候呢，哎，流动速度快，对不对？旁边的空气很快的也会被哎压力小往中间就集中进来，一起就被带进去了。所以我只有吹一口气，然后旁边的气就一起被带进去，所以很快的这个就吹饱了。好，那我再让你们再挑战一次。好，我让你们一人吹5口气，帮我把它吹饱起来，可以吧？我没有欺负小朋友。那当然，这次就不是给你吹这个塑料袋了。来，周老师收起来。另外一个给你吹，放心啦，都不会给你吹太大的了，只有这样子而已了哈。哦，来，到底多长？我看看，还拉不出来哦。好，只有这样子而已。来来来来，两个小朋友请站到底下去。好，一人站一边。好，来，来，米老鼠你站这边。来，你站那边。好，来，一个人5口气哦。你看看，来，来，站这边哈。好，爸爸站在椅子上。好，来，在椅子上哈，小心点哈。小心点，来，老师。来，我帮你，嘿，伸过来哈。好，好，预备，来，等一下，等一下，记得不要太靠近嘴巴哈，离嘴巴远一点。好，预备，5口气哦，预备，开始，1、2、3、4、5。好，停。好，换边，换边，换你，来，换你这边啦。
来这边帮我拉一下。好，换你喽，来，等一下哈，来拉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好，预备，来，一、二、三、四、五，好。来，相不相信两个小朋友就可以把这个塑胶袋吹起来了？哦，对啊，这个好，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这个塑胶袋，居然可以被他们两个小朋友吹起来。好，来，我们鼓励，谢谢这两个小朋友，谢谢。好，来，那这样子，我们再找一个小朋友，这次我找年纪大一点的。我让你体验一下，我们在吹流速快、压力小。你想想看，有时候火车开过去、高铁开过去，或者是那个这个捷运的时候呢，常常在这个月台边缘会画一条黄色的线。为什么叫你不要靠近？因为它速度太快过去的时候，你会被吸过去。高铁速度多少？300，对不对？好，那现在我找个小朋友来体验一下。这个你几年级？6年级，好，就是你了。来，我要给你体验一下高速的感觉。速度多少呢？不高，时速300而已。所以呢，我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眼镜戴着。来，我们的助教哥哥帮忙一下，抓住他哈，因为这个时速300实在速度太快了。你们先戴好。好，先戴好。啊，戴好。好，因为这样子呢，保护你的眼睛。那等一下，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请你把嘴巴张开。对对对对对，嘴巴张开，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嘴巴张开就对了哈，把抓好哈，来，所以呢，我就准备一个吹风机哈，就是我们那个吹头发吹风机，那我们看看这个吹风机的力量，我们来吹它，让它感受一下，这吹风机也没有很大了，大概就这样子而已。好，好，这个力量大概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等一下，要把身上容易造成危险的东西都要拿起来，因为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好，来感受一下哈。好，就是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好，来，现在要准备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是注意看着我这边，看着这边哈，然后张开你的嘴巴哈。好，准备好了没有？预备，开始。看前面。好，他的嘴巴比较没有肉了哈，我们找个比较有肉一点的，看起来效果比较好的。来，有哪一个小朋友嘴巴肉肉的？来，一位帮忙一下，来试一下哈。好，来，眼镜先拔掉，眼镜先拔掉。好，来，我站到，看看我站到。来，你先自己戴起来。好，应该拿起来哈。摄影机拍得到吗？可以哈。OK， 来，看不到他的表情的人看一下摄影机了哈。好，可以哈。来，抓好喽。来，对着摄影机，对着摄影机哈。预备。300威力很强大，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今天靠的月台太近的时候，这个国奴一电力咻就会把你这个吸过去的，很可怕。好，我知道大家一定想要再看一些好看的画面，那我也来给大家看一下好看的画面。好，这个东西呢，好，怎么做呢？哇，真的是威力太强大了，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要麻烦大家哈，先把你桌上的东西能够收的先收起来一下，因为呢，我们知道台风来的时候，台湾前一阵子有什么17级阵风，17级阵风大概是多少？大概是时速200，
刚刚我们这个威力最大时速300哈，所以呢，我要让这边前面的人感受一下时速300的风速，好，夹杂的这个东西过来的时候，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呢，来东西收起来哈，这个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好，感受什么呢？来，我这边也没有准备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一瓶水而已，只有一瓶水，饮用水。接着我准备四支吸管，就这样子。开盒子。对，然后把它放进去。好，放进去呢，接下来做什么呢？刚刚为什么要把卫生纸先吹下去？要给你们用的。对，接下来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时速300的感觉哈。狂风暴雨的现象没有，那等一下我让你来单独喷一下啊。好，刚刚你看到了，我明明没有做什么动作，我只是在上面吹气，可是呢，里面的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水，就是一般我们的饮用水，我只是把吸管插进去而已哦。为什么这个吸管的水就会上来？因为流速快，压力小，所以当我的空气流过这边之后，造成什么现象？造成了这边流动速度快，然后压力变小，所以大气压力压到旁边，其他的水就把这个水往上挤上来，挤到这个洞口的时候呢，又被我们的快速的高速的风吹过去以后，就造成这种狂风暴雨的现象。好，所以透过这几个实验，我相信你们对伯努利定律会更明白、更了解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做一台飞机。好。我们要再做另外一台飞机，因为刚刚我们第一台飞机，我让你自己来找这个，自己来找这个重心。那第二台飞机呢？我们呢？不好意思，我现在发现大家都在擦眼镜啊。好，那第二台飞机，我们都帮你把重心找好了。那重心找好以后，你只要照着组装，基本上你可以做出非常完美的一个飞行。好，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坐的飞机呢？好，我们给你看一下。我们第二台做出来飞机，它长得是这样子，它整个都组装好了，好，非常漂亮一台飞机。然后我们这边也帮各位都已经准备好这个材料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了，只要照我们的顺序把它组装起来以后，好，基本上这个它就是一个平衡都已经做的，都已经量制过的这个飞机。正常情况下，它因为它有木头的材料哈，比较重，所以在外面飞起来应该也会飞得比较漂亮。好，那现在呢，我们大家把材料发下来。好，来，现在请一起看着荧幕，我要告诉你上下左右，这样你才不会拿错。好，看到这种造型，我相信飞机的头跟尾你绝对不会弄错。哪边是头？左边还右边？左边是头。好，右边是尾。比较大的这边是头，比较小的这边是尾巴。然后这边有个倒钩，请你记得哈，倒钩是下面，好，倒钩是腹部哈，所以呢，它的背部是上面这个地方是光滑的这里。好，然后我们现在请你照着顺序哈，来，我们每一个家庭至少先做一个就好了。好，我们的这个保利龙胶有，如果没有保利龙胶的话，就用双面，可以，或者是用这个双面胶，也可以协助来粘一下。好，不然我们用双面胶也可以哈，我们用双面胶来粘。好，那回去的话，你可以用强力胶、保利龙胶都可以。好，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你照这个顺序先把一跟二撕下来，一跟二，好，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好，今天东西很多，可能把一个黄胶打包的时候漏掉了。
好，一跟二哈，把它。好，一跟二贴在哪里知道吗？你看到那个倒钩，其实你应该可以猜得到，一个贴在倒钩的左边，一个贴在倒钩的右边。好，所以这里有个倒钩，你就刚好配合它的角度把它贴上去。好，那你把这一跟二贴上去以后，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个两个小小的翅膀，请你把这两个小小翅膀往外折，往外折。为什么要往外折？这个目的是要贴我们飞机的翅膀的哈。好，然后请你把三撕下来。好，然后请你把三倒过来。为什么倒过来呢？因为你要看中间那条线，这样会比较看得清楚一点。倒过来贴。好，你看到中间那条线，为什么这条凸的线很重要？这条线呢，你贴的时候一定要对齐它的中心线。好，刚刚我们一直强调中心线哈，所以这个在对齐的时候，对齐中心线来贴。好，就是把有字的朝下哈，这样你才可以看得到上面的那个。有字的朝下，你就会看到那个上面那条凸的线。好，那哪一面是前面呢？好，来，比较宽的，比较宽的是前面，比较窄的是后面，再把它贴上去。好，那记得要对齐中心线哦。三贴好的，三贴好的人，你就可以把四准备要来贴了。四在哪里？四是最漂亮的那一张。好，那四呢？尽量跟刚刚一样，四尽量不要去折它哦。如果你折它了以后，等一下飞机就飞得不漂亮了，尽量不要折。好。四就直接把它叠上去，中间这个是哪个地标？巴黎铁塔，请你把巴黎铁塔的正中间对准飞机的中间，小心的把它贴上去。就可以继续的做下去。那这里面最危险的就是五号，五号呢很容易撕断，这边有特别给你警告哈，这个地方很容易折断的地方，所以等一下你在折的时候千万小心，不要把它折断了。好，你想弄过五号以后，基本上后面就没问题了，很快就可以做完了。好，那五号怎么贴哈？来，五号贴上去是这样子贴的吗？方向是这样子，有这个人脸的哈，有这个脸型的，这个是前面，比较细的那个是后面，啊，最后贴上去是这样子贴的，好，不要贴错了。好，那这里要特别小心，因为这里非常非常的细，所以这边还是有两个小翅膀，这两个小翅膀做什么？要来贴水平尾翼的，啊，这里要小心。
那如果你做完了，你就可以继续把它完成。每一个零件，我相信你应该都可以找到它相对的地方。那基本上，你只要做到六号就好了。七八九可以不用做，你可以等一下再做，至少先做到六号。好，至少做到六号，你的飞机雏形就完成了。七号跟八号是目的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的配重问题。刚刚我们只强调它的重心问题哈。所以五号贴上去以后，不要忘记这两个小翅膀像我们这一幕一样，也是往外面弯出去的哦。这个地方。好，往外翻，目的就是我要来贴尾翼。有一个小小的点是靠着这个垂直尾翼的，有个小小圆点哈。好，所以基本上你这一些一到六号组装起来以后，这个飞机已经可以飞了。一样，你可以检查一下它现在的重心大概的位置会靠近后面一点点，大概在这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你两只手指头架在翅膀的这个地方。当然翅膀这个比萨斜塔的窗户这个地方，101的这个楼下这个地方，大概就是重心的位置。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重心不理想的时候，你可以再把7跟8再把它在前面加重。如果你7跟8加重下去的时候，重心会往哪边移动呢？就会往头的地方移动。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贴它的配重。好，然后还有一个9是做什么的哈？来，9先把它贴上去给各位看。9小小的一个巴黎铁塔，对不对？其实它是为了保护翅膀的，所以呢，你把它贴的时候呢，好9，因为我们刚刚说翅膀尽量不要去折它，如果你折了以后呢，你在飞的时候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的9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翅膀。稍微把它保护起来，怕你折到了，所以在上面贴一下，贴上去，把巴黎铁塔地方把它重叠，好，这样子增加翅膀的这个硬度。好，然后呢，10是一个量角器。量角器就是说你翅膀可以稍微的往上折，但是呢折的幅度千万不要超过左右各15度，所以利用这个量角器告诉你说你的翅膀最多最多你只能折到这个角度。好，怎么看呢？一定是左右对称的折哈，把这量角器放在这里，就是折的时候如果你翅膀要往上折的时候不能超过这个角度，只要超过这个角度的话你飞机可能很容易失控，所以量角器的目的在这里，一点点就好了，不用到15度都没关系。所以从这个后方看的时候，你的飞机应该是这样，翅膀有点微微的上扬。有没有看电影《风起》？《宫崎骏》的最后一部，《风起》。《风起》里面它有一台类似这样的飞机，好，飞得非常的好。好，所以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好，完成了以后，这台飞机已经是可以飞了。好，那我一样来飞飞看。好，跟刚刚一样，我往这个地方飞。好，平丢。哦，好险哦。好，你有没有发现这台飞机比较重，所以我落力量像这里面，在这个空间比较小，不敢用力，所以这飞机很快很快的就掉下来了。所以这台飞机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力量，那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另外的力量来源，在哪里？里面还有橡皮筋，有没有看到？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橡皮筋好像不太一样？这个橡皮筋都是我们辛辛苦苦从日本扛回来的，我的行李箱塞了20公斤的橡皮筋，就是为了扛这个橡皮筋，因为这个橡皮筋是环保橡皮筋，它可以自动分解掉。好，然后呢，橡皮筋把它绑在这个棒子上面，会不会绑？很多小朋友不会绑，来，我绑给你们看。这个筷子刚好有两个钩痕，筷子有两个钩痕，任何一个都可以。你把这个橡皮筋对折，然后拉住一个头，从另外一边穿进去，直接拉紧，直接拉紧，拉紧，拉紧，一直拉紧，拉到这个结的地方，好，拉到这个钩痕的地方，拉紧，好了，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子而已。好，可是呢，我还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因为都受父母的教育太多了，所以呢，10个小朋友有5个是不会做的哦。好，各位不用怀疑，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候呢，做父母的你可以放手让小朋友自己试试看。再来，我们就要射这个飞机了。好，当然在这个室内是不能这样射的。所以我们这个射飞机的时候，勾住这个，然后尾部怎么拿呢？好，尾部你可以用2只手指头来拿，2只手指头，或者是你要拿得更稳，你可以用你的拇指跟中指来夹住尾巴，拇指跟中指啊夹住尾巴，然后用你的食指压在上面，这样子拿会更稳。2只手指头、3只手指头都可以。好，然后射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射？可不可以？当然不行，这样一射出去，咚就掉下来了，马上就撞到墙壁了啊，撞到这个木杆。所以呢，不要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射？这样射，当然不行。好，所以射的时候是这样子哦，会。双面胶没有粘紧啊，所以回去呢，如果你家里有这个胶的话，麻烦你再把它加强一下哈，让你的飞机更稳定。好，那我们来试飞一下。那这个力量很大，所以千万记得不要对着人射哈。那待会麻烦各位就先不要在教室里面射，你们尽量等一下到下课的时候，我们到户外去试试看。然后不要对着人射，不要对着树木射哈，它很容易卡在树上。射的时候呢，倾斜。好，然后呢就直接平丢出去。好，我稍微一个仰角，大概15度的仰角哈，这样出去。好，力量很大，它就上去了。那如果你要造成刚刚那个回旋的效果的话，可以用什么方法？尾巴，两边的尾巴一样，稍微把它翘起来一点点就好，翘起来一点点。好，两边的尾巴稍微一点点翘起来，然后呢，你等一下在外面试试看，这台飞机就很厉害了。这台飞机如果从你自己来看，往你自己的右上方的方向这样子射出去的话，它会在空中绕一圈回来，会整个一圈一个回旋，最后呢右去左回，如果你顺利的话还可以把它接住。好，如果你尾巴稍微给它调整一下，它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好，那教室因为我们空间比较小，就麻烦各位待会下课以后，我们就拿着你完成的飞机再到外面，这样可不可以？ OK， 好，所以你们看到了那个 Google 地球，如果说你有安装 Google 地球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哈，或者你可以用什么呢？ Google 的地图。好， Google 地图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很好玩的一个照片哈。那如果你是用 Google 地球的话，你真的是可以用到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完全不同的世界。好，我不好意思，我这个网络比较慢，可能看起来看不太清楚，那我直接用投影片好了。好，那当然了，很多小朋友未来梦想可能说以后要当机师，如果你今天想要当机师，你要当空服人员的话，你的身高你的体重除了有一定的要求之外，
有一定的要求之外，那你的视力啊也要特别注重啊，千万记得不要近视了，好，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能当这个飞行员哈。那飞机是一个三度空间的这个交通工具，其实呢它不太好控制，好像飞机的驾驶舱，你可以看到波音的驾驶舱，它靠的是这个杆子，它必须要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要来这样控制，这不太好控制。好，这波音的。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是搭 Airbus 的驾驶舱的话，它的像摇杆这样子的，所以很多小朋友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摇杆。好 ，Airbus 就是这种的。那这种摇杆现在可以跟 Google 地球接在一起，可以做成什么动作呢？好 ，Airbus 有没有看到这个摇杆？它就是这样，好像在玩电动玩具一样。好，那这个东西如果你跟 Google Earth 接在一起，小朋友就可以在家里自己来开飞机，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视野来看世界。那我曾经在办活动的时候，我就让小朋友从松山机场起飞，然后我们的条件就是然后要飞101绕一圈。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小朋友都会喜欢去撞101，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哈。不过至少能够让他体验到用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好，也许你在熟悉的环境，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画面。所以这次我们的内容，我们这次就是要告诉你，我们要用熟悉的环境来学习，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刚刚我们在活动开始前，我们在外面拍了一段影片，利用了现在的一个四轴飞行器，我们来拍摄的。好，那我现在就把当时我们刚刚拍摄的四轴飞行器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最后的一个结束哈。这个你会听到声音，会听到滋滋滋的声音，因为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这个还没有经过剪接的哦，因为本来要剪接的哈，但是呢，因为时间非常的急迫，所以呢，我们今天没有剪接。好，这是用遥控的，好，这个遥控的画面，好，刚刚是有人把它拿起来放下去，好，所以旋了一下，好，那这个笑声是朱老师的笑声。好，风很大啊，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些人就是我们刚刚服务大家的大哥哥大姐姐。平常我们的视野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一旦拉起来以后，你就看到不同的视野。好，今天风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天不太好控制。这个是我们今天1点多的时候拍的，风非常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飞行器一直在飘动。好，寻找目标，朱老师在用念力让它下来。哎呀，掌声鼓励！哎，真的太好了。好，我相信这个画面呢刚好作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一个结束。好，那今天课程到这个地方大概告一段落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还要再看一次吗？如果要再看一次的话，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惨剧好了，本来是不想放的，真的是惨剧哈。好，再更早一点，大概12点多的时候拍的哈。好，这是更早的时候拍的，因为这个活动都是我们事先计划好，知道怎么拍怎么样的动。好，你可以看到了，真的用不同的视野来看世界。好，刚刚那个声音是上电的声音，好，开始供电。中央大学，你平面你看过，可是你从来没从空中来看过它。我们今天带大家从空中来看一下。好。这是用遥控的东西来控制那个角度啊。好，最后希望这个惨剧不会让大家回去做梦啊。有没有风很大啊？今天风很大，不然应该它是直线上去的。
所以我们第一次试没有成功，因为风实在太大了。好，那因为怕发生意外，所以我们再升空。那一般我们会把它剪接，剪接成把这个遥控的画面都剪掉。看到了，对不对？还看到天空中的卫星了哈，屋顶上的卫星了。风很大，所以转得也很快。这个高度已经非常高了。好，这时候这风已经吹偏离了。数学系的可以看到 MATH， 对对对。好了，终于要降落了，终于要降落了。好，朱老师就定位了。好了，希望这个不会造成大家晚上的噩梦了哈。不过，各位可以看到了，你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好，你的高度决定你的生活态度。那希望今天这两个小时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感，不一样的这个科学的一个科学的实验和一个精神。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好，那谢谢我们今天大家的参与，谢谢朱老师，谢谢。太精彩，然后周老师都忘记我要来结尾，还一直在想刚刚那个坠机，这怎么可以坠机还坠得这么精彩，实在是。所以今天活动真的很精彩哦，就是你看为什么我要隔这么多年才可以再请到我们义伟老师来，他这么忙，对不对？当然我希望也许从今年开始，我们是不是每一年都有一年一次的约定，可以吗？大家如果同意的话，说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明天还想看到义伟老师吗？明年不知道会带什么更新奇的玩具给我们，对吧？好，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就是邀请大家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这个加科学广场呢填写一份问卷。那如果是老朋友都知道，因为加科学广场抽签很难中签，对。但是如果你很诚心诚意的帮我们填写这个问卷，分享你的收获的话，我们会在每一次的加科学广场都抽一组 VIP 来。然后免费赠送您之后参加假日科学广场 VIP 券，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跟我们讲师合照的活动。然后今天义伟老师很贴心带了一个机舱里面的照片，但是放在大家可以跟这个红包照就 OK 了。然后我们另外在出口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就是直接坐飞机，你跟那个海报照的话就好像你在坐飞机，两个景点都可以选。然后小朋友可以带着你的这个小飞机，然后跟那个大飞机，或者是跟我们义伟老师一起合照，好不好？我们最后再掌声谢谢我们义伟老师，因为我们要颁一个感谢状给他，谢谢。